王旗已经举高咗噶啦。一起步嘅时候嘛，如风啊，同埋就号胜全城慢慢啊，前面嗰堆马都好多马抢啊嘛，包括咧就外档啊，嗰只胜利王星啦，同埋只丰收宝，丰收宝之后入边内档利是宝都首涨第三嘅，行向进居响第四，出边外档嘅东方盈月，然之后咧就中间夹住咧，大约第六位咧嗰只就珍珠劲王，咁啊拍住顶峰传奇，出边外档咧亦都有只就嗰只够响够涨嘅，然之后先系见到如风啦，跟住咧就嗰只胜利巨星，然之后号胜全城包数内。咩就健而快嚟噶？好啦，去到對面八百米段處啦，咁啊見到前面嘅馬匹咧就勝利王星咧搶咗出嚟啦，咁啊呢只馬嘅最佳跑法噶啦，明年之後咧利是東方盈月咧亦都外檔慢慢吸住埋嚟噶啦，然之後再見到咧就豐收寶啦、利是寶同響進區一紮馬亦都外檔噶，再之後你先係見到咧就珍珠勁王啦，然之後咧就再見到咧就個好勝全城啦，輕一追翻前些少噶嘛，啲男嘅馬咧亦都有隻勝利巨星啦，後少少嘅夠響夠獎，然之後如風包咗落尾，依然就健而快嘅，開始慢慢轉入直路噶啦嘛，見到三隻馬並排。珍珠嗰只就胜利王星咧，仲系沾啲些少啊，带咗出嚟添啊！跟住响进区呢个时候咧，亦都喺外档逼住上啊！入边内档咧都有只胜利王星啦，然之后中间珍珠劲王响响进区亦都唔慢嘅。呢个时候咧就胜利王星已经弹咗出嚟噶啦，咁啊几只马啦，出边顶佢顶峰传奇一路擒住上嚟，响外档咧进住上嚟第二位，中间位置响响进区咁啊，珍珠劲王胜利巨星一扎马咁啊，需要影相嘅，好近啊，二三四名。